幸存是在哪儿啊？这儿啊。你好，我想咨询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曾经是一名学校的恶霸，我干过很多伤害同学、伤害朋友的事儿，这让我经常会在梦中惊醒，因为我梦到了同学和老师的指责，这令我这一点非常难受，所以我要来咨询你。你曾经做过哪些事情，可以跟我说一下吗？我曾经嘲笑认真排练舞蹈还有唱歌的同学，并与他们大打出手。我还在食堂怂恿过同学浪费食物，我还在放学的走廊里乱扔垃圾。嗯，做了很多坏事。不过你别担心，虽然我无法帮你回溯时间让你重新做人，但是我有办法可以让你，就是改正你的心态，然后从有良好的心态跟同学相处。那是什么方法？我可以催眠你，让你在梦境中回到过去那些场景。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念来使自己改变，那么催眠就会成功，就可以摆脱不好回忆对你的困扰。好，医生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先趴下来。哦。现在你在舞蹈厅里面嘲笑你的同学吗？你还记得这个场景吗？记得。哇，我竟然回到了过去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你需要面对过去，代替过去的你做出选择，这样催眠才会成功。你看那边。看看我去远方，去寻找什么天堂，此刻这样就很好，阳光洒在你脸上。你干什么？你这跳的什么呀？啊，硬是把这么好的歌跳成了广场舞。你怎么能欺负同学呢？我还用你？唱什么呀？朱芳芳都比你唱好听。你怎么欺负人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是想尝试一下我电光出的炮吧？应该。现在你准备好进入第二个梦境了吗？好。哎呀，我吃饱了。饼干吃不完就算了，干嘛要那么坚持？扔了吧。这些饼干好歹也是食物，你知道在世界上有多少穷困国家的人民，连自己个人的温饱都无法解决，就因为你这种行为，世界上有多少的人要被活活饿死，你知道吗？你准备好进入第三个梦境了吗？好。干得漂亮。医生，谢谢你啊，特别感谢你让我看到我以前干那些傻事，着实让我非常愧疚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以后我要做一个好人。看来你是真的改过自新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出来吧。其实从刚开始我们就在角落里偷听你们的对话。你梦境中说的话和刚才说的话我们都已经听见了哦。今天我不仅改过自新了，我以后还可以和大家和平相处，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大家不串了，我在说什么？同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都没有接受到很好的教育，所以说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这些好心人，然后呢就资助他们有更好的学习然后教育这样。好，同学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呢？我对这世界美好愿望就是现在你看这个环境也现在这么糟，然后而且空气质量也这么不好，我就希望那个人们多注意点环保，然后争取我们把那个环境搞好。同学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呢？我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呢，就是在学校里学生与学生能和平共处，
不会欺负同学，或者以大欺小，然后这就是我的世界和平的愿望。啊，同学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就是说你们对这个世界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是，人们不要再捕濒临灭绝的海洋生物，还有，不要再有战争，因为战争太残酷了。同学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说广东话了？会。啊，那好，那你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是什么呢？咁我对呢个世界嘅愿望咧，就系每个人都得做朋友啦。好，同学，你是哪里人呢？我系香港人嚟嘅。啊，所以你说广东话咯？系讲广东话。啊，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是什么？我个愿望系呢个世界全部人都有得食，有一个屋企翻去。嗯，好啦。Delta,